少林寺对于那时候来说，在我看来那是会飞的。2014年到了少林寺，当时也是像这个天气在下雪。安主，你在城市里的时候，拥有这一切，你都觉得是很理所应当。但在这茫茫大雪天，有龙虎啊，你就觉得是人世间最美的事情。哎，你要是为这个人，你只要当个啥？确实，我确实，但是个，哎，我不能。你妈打电话给你也好，你奶奶打电话给你也好，一直听了除了手忙脚乱，我还是手忙脚乱。就包括现在，我们家里那边20岁左右不结婚的都很少了，爸爸妈妈心里也会有一些，不甘心吧。All humans, we need to love someone and we need to be loved.